见污不如，这就是前面说呢，不至于众嘛，不至于众，呃，他肯定见污不如啊。你虽然侮辱他，他也不会认为是侮辱，他不怕救民之斗，所以他要让人人们呢不要去打斗，进攻请兵救世之战，他就是希望天下人不要攻打，不要就是准备兵器啊、军队呀、啊，让天下人呢不要再战斗了，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 所以他们这一派人呢，到在全世界听到哪个地方只要有打仗了，马上就跑去上说下叫，就是向是向领导上税君王，下交百姓，说您不要打仗了，天下这咱们不要去争了。就是就是为什么不要争呢？就是每个人就是你安安足食份，你你就不争了嘛。人人们争就是因为自己不满足目前所得嘛。如果你能满足目前所得了，那当然就就不争了嘛。所以你从这儿可以。 反过来看这句话，就是说，物我只养，彼足而止，也就是这个意思嘛。如果你人我只养，彼足而止；如果人我只养，彼足而止，你那那谁还会去争呢、啊？如果你你觉得你不满足，当然你就会去争。所以下面就是说，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括而不舍者也。即使天下人，包括君王、百姓啊，都不接受他们的观点，可是他就跟着后面一直说个不停。所以下面就是说，故曰。 上下见厌而强谏也，就是即使领导和下面的人都很讨厌了、啊，觉得我不愿意听你，但是我还要来见你，还要来说，你就是骂他，人家见无不入啊。你骂他，我我不认为你骂我，我还继续说。所以，所以你看，这就是前面就说，你可以从这下面这个描描述，你也可以看，这就是前面不苟于人，不至于众。你可以看，就是他就是他不苟且，我就是一直要坚持我的观点，我就是要把你说服。 不至于，说你骂我，你骂我，我我也不生气，我不跟你斗。下面就评价了，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慧太少。他就是他这个东西完全是为了别人呢。按照老庄老庄之道或者儒家之道说，我我劝你你不听，我就自己退避山野，我就藏起来，我就我就去休息去了。可是这一家这这这这两派的这这两两位兄弟就不是，那你不听，你不你不听我的，我还要说，非要说的让你让你听我的。 所以说他自为太少，自己不考虑自己。你也杀了我，我还要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他下面就举个例子，为什么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啊？先生恐怖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所以说这五升之饭，他带一批人，先生一个人吃都吃不饱，他怎么能够他们一帮人吃呢？可是即使这样，弟子虽饥啊，还不忘天下，还还一直我一定要为天下人服务，即使饿死了，我要为天下人服务。 曰：我必得活在就是什么意思啊？我何必活命啊？意思是，为了天下人，自己可以忍饥挨饿，甚至献出生命。我何必一定要活呢？我只要为天下人，让天下人得到好处。我我为什么非要我我宁愿奉出我的生命也可以啊？屠奥乎，救世之士哉！屠奥这是伟大呀，好伟大呀！这样的救世之士啊，所以这种人好不好？所以说，曰：君子不为可察，不以身驾物。 就是不为可察，就是君子呢，不去过分的，就是苛刻别人，但是呢，也不不用别的东西啊来丰满自己，来福利自己，就是自己必须出自自己的力量去去去那个什么，去养活自己，不不不欲不需要别人，就是我我可以帮你做，我可以为你服务，但是我不需要你为我服务，就是完全的一个就是就是说甘愿为别人奉献而自己的不需要别人回报的人。 因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就是认为有些东西，如果对天下是没不能增加天下的福利的，这些东西赶快停止。所以，比如像打仗、兵器这东西无无无益天下的。以情欲寡钱，以进攻请兵为外，以情欲寡钱为内。所以说，就是虽然说外一次救世，内一次科技，情欲寡钱嘛。所以说你我来帮你忙，你给我五升之饭就够了，我我不多要。 所以说，他就这么这么克勤克克克勤克俭，其小大精粗，其行使至是而止。所以他的这个学出呢，小大精粗也就到此为止，也就这么多。所以这是一种人，这种人实际上你们看，你们可以看，从某种程度上，他跟墨家还是有相通之处的，是吧？墨家也是要要为天下奉献自己，这个这一家呢也是要为天下奉献自己。咱们看这第三家，公而不党，公而不党就是非常公正啊。 不偏党，就是堂堂正正，没有任何偏偏狭，义而无私，平易啊，非常平易，没有任何私心，决然无主，决然无主呢，就是就像水流一样，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就是说，就是完全顺应形势，就像那个告子说，决止水，决止东流则东流，决止西流则西流，就是说我完全顺应形势，我自己不做主张，这种人就是说，去无而不良，随。 去无随势而趋，不生两意，就像那个水一样，你往那东，东边地势凹，它就往东边流；西边地势凹，它就往西边流。没有什么一意义，就是去无而不两，就是一心一意，不顾于虑，不谋于智，不顾于虑，顾也就是思考的意思，谋也是思考思思考的意思，没有任何思考，没有任何算计之心。欲物无,无则欲之俱往，就是事无嘞，就是完全顺应形形势嘛。 就是这个事物来了，我就跟他跟他走，我没有什么自我的心思去挑拣什么，欲之俱往。就是形式来了，我就顺着这个东西走了，就是欲物则欲之俱往。中泰说，就是下午下面欲物婉转的意思。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蓬蒙、田平、慎道闻其风而悦之。这是这家的学学说，这三个人：蓬蒙、田平、慎道。慎道你们知道是道法家，慎道呢就是往。 往下走，既是道，圣道既有道家的思想，也有法家的思想。然后呢，其万物一为首，这个地方你们看了吗？齐物论跟这个地方也有关系了。齐万物者，就是对待一切事物无贵贱、高下、长短、大小的分别，就是这个学说呢，就是把其其万物、其同万物一视同仁，当做它的首要思想、首要之一。所以这就是其万物一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 知，那就指万物啊。大道能包者而不能辨者，大道包容万物，不做分别。所以说，他要效法天地道，就是包容万物，不做分别。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你看这一段跟那个你们刚读完那个秋水篇很类似了，是吧？知道万物都有它的可，有它的不可。所以，所以既然万物皆有所可，皆有所可不可，那么我你不要做选择，完全顺应形势。 故学选择不变，教则不至，道则无疑矣。就是如果你有心去选择了，你选择了 A 就不能选择 B。教则不至，这是道可道非常道。你一旦说出来了，那么你就失去别的东西了。教，你更教一篇的知识，你不可能教所有的知识。不教呢，反而可以悟出所有的东西。教则不至，所以古人的行不言之教嘛。所以道则无疑也者，也,也就是如果你顺应大道，不选不教不做。 无一切无为，那么呢，你就没有任何丧失。所以张默生说：“有所选择，则不能普遍；有所施教，则不能周到。只有因万物之自然，即不只有遗漏也。”也就是上面道，这个道呢，就上文包而不变的大道。所以既然有这种思想了，那既然就是一切就是也不让选，也不让教，要一切顺从道，那顺道怎么做？ 所以，肾道下面就是说：是故肾道弃之去己而源于不得已。所以，从这一点看，我们看庄子或者庄子后学跟肾道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是故肾道弃之去己，弃之就是这一点也是跟那个作忘啊、什么丧偶啊都有都有都有联系了。把自己思虑呃忘掉，把自己的身体忘掉，弃之去己，源于不得已，所有的东西呢都按照这个跟着形势走。 灵泰万物一为道理，灵泰听放就是言以听放万物为大道之理。灵泰就是说，就是听任万物，听任形势来呃来决定你的前途，决定你的处境，把这个作为自己所要遵循的道理。下面说曰知不知，最大的知，最高的知就是不知。这个庄子也一也一直有这种思想是吧？讲博之而后临伤之任呀，就是博之呢，博就是逼博。 临伤的接近，就是说，他就是逼迫知识，人不要有知识。正是因为，就是他逼迫知识，逼迫到什么程度？就到了近近于就是飞毁的状态，飞毁的地步。既然说逼迫知识到达了飞毁的地步，所以下面就开始孝上贤呢、啊，孝天下上贤呢、啊，非天下之大圣啊，都跟这相关了。西可无任而孝天下之上贤？这就是他贬低知识的这个具体的行为了，就是西可无任。 按照这个张默生的解释，“西科无任”也就是，呃，仁耻度行，无所适任而笑天下来上贤之人，这就是有点嘲笑儒家和墨家了。“西科无任”，“西科也就是“西构”的意思，“西科就是耻独行，也就是仁耻独行，无所适任，这就是“西科无任”的意思。纵托无形而非天下之大圣，就是说纵托无形呢，就是圣人呢，他是有道圣人之道嘛。 圣人之道要要树立原则的，所以说我们一般的人都要跟着圣人去学习的。可是他现在他要飞回圣人，纵脱无形，就是无拘无束，超越这任何规则，所以纵脱无形嘛，就是所以他他飞回天下人去学大圣，也飞回圣人的制定那些规则，而非天下之大圣。下面这句话比较难理解：垂坡玩断，欲无婉转，舍是一非，狗可以免。这句话呢，就是你们可以看这个。 这个国庆翻的这个庄子集市啊，还有好多注啊，都有问题，因为他们把“锤破王弯断，玉无婉转这”这这这八个字解释不清楚。解释了就是说，我来，我现在也是我自己试着做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呢，我我我自我还现在我也不敢说我一定解释正确，但是我觉得可能上下文更合理一点。就是“锤破完断”的“按照中泰解释解释，“弯”是行人所用的工具，“锤婆呢。 是用锤拍打，弯断呢是用弯断绝，弯呢就是一种肯定是一种工具，就是就像那个断头台那个东西一样，弯断就是锤破弯断，就是用用锤打用东西把你的腿啊、胳膊啊、头啊给砍掉，锤破弯断。欲无婉转，欲无婉转呢，就是说就是说婉转就是变化推移啊，也就是应酬的意思。这这句话意思啊，就是就是因为这个人呢，就是这个。 欲无完转的就是跟跟万物的不断的在变化推移，你跟万物不断的应酬，不断的交叉运行，这个意思。锤破完转，欲无完转，这两句话这是通过那个按照这个这个意思就是说，言锤破完转，欲无完转，皆源于有是非之分别。因为你要做决断，一方面锤破完转呢是做决断，就是要要做出决断；欲无完转呢是顺应万物。 这就是你跟万物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表示顺应万物，一个方面表示跟万物来进行对立、进行冲突。我们人的生活一直忙于这些东西，因为你要么跟万物冲突，要么跟万物呢相合顺从。所以这就是言垂破完断欲无推移。接下面呢，如如何避免这种垂破完断欲无婉转这种状态呢？下面就是舍是与非，够可以免。如果你没有是非了，你就可以避免了垂破完断欲无婉转了。 这是我个人的解释所以说，所以这就是说，只有舍是与非，方可免去欲无婉转之类以往住家分别观之，又受到国相弯断简称五归角的影响，导致混乱。这就这一段，这个就是婉转变化推，也就是现现在的应酬，也就是顺应的意思。所以说，欲无婉转嘛，就是顺着物，顺着万物，万物不断的就是看形，按照形势来来走嘛。 所以，所以这句话现在也这这这几句话没解释，目前就是解释的很混乱。你们也可以看，这是我这是一个尝试吧。